OK，老板你好，这个是 Sri Home MVS 004的 model 哦，这边有一个 LAN port，LAN cable 是从你的 router 哦，从你的 router 不是 modem 的 LAN port 哦，router 的 LAN port，router LAN port 出来，然后来连接这边 base unit 的 LAN port 哈、哦，再重复一下是 router 哈、哦，你 connect 过后，你这边会有一个绿灯，这边橙色的灯会一闪一闪，如果没有重新启动一下这台机器哈、哦，开关电源罢了。接下来，你的手机记得 download 这个 Sri Home 的 APP，然后确保你的手机已经 connect 跟你家里的 WiFi 哈、哦，不要用你的 phone data connect 跟家里的 WiFi 啊、哦，来做 set up，按啊，过后你打开 Sri Home APP，这边有一个家，按一下家，这边有一个 QR code，按一下 QR code，这个 scan 的啊、哦、，scan 哪里？scan 这边哦，scan 这边的 QR code 哦，这边有一个 QR code，你 scan 它一下罢了，scan 它一下。OK，scan 过后了，你会得到这个画面哦，看一下，哦，它的 ID 跑出来，然后你按 next，按 next 过后哦，你的这个画面很重要，你会得到我的画面一模一样，不可以别的画面哦。Please name the device, input device password. OK，name the device，你就可以给它一个名称罢了，随便你放在家里你就写 home，不然你就像我这样 MVS 004啊。八八八八八八密码，original 密码是八八八八八八。然后你按 next，它就添加在你手机，你就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画面全部了，就是 internet online 了。你出去外面都好呢，你有 wifi，你都可以马上看得到了。OK，谢谢你。